大家好。哎呀，索尼的，索尼没错。暑假吃料，什么？那你要找校友啊。日式料理啊，那什么问题？日式庆祝近期60周年，大顺，大顺之类。你在说什么？安利在今年的新加坡也是这样子，外国朋友或是国内的朋友，讲一段对信心的祝福。对谁的祝福？信心小心。这完全不知道怎么祝福。都可以照啊，也可以录影啊，就在录。大家都一直在看你耶，我这样子真是。我们两个站那么近。对啊，可是大家这样焦距看得出来，没有在看。这是这样的相机。对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要过来吗？他不想来吗？来坐这边，来过来，双胞胎，再加一罐，双胞胎，双胞胎。崔颖宇，这种怀孕30年都生不出来的耶。40年，40年。永远的5个月。那一台可以帮你照吗？后面那个，后面还有2台。安安。